咋了？你5块钱买这么多肉啊？还不是你小子贪贼啊？猪肉这么腻，我可不吃。臭小子，姥姥今天给你做个你没吃过的。大郎，你这肉怎么做啊？嘿嘿，先不告诉你，反正你没吃过。算了吧，什么肉还有我没吃过的？大郎，你这抹的什么好东西啊？这么香！你不是不吃吗？现在知道香了。这么香，我要吃。去把老老板摊拿来，烤一下更香了。大郎，你闻到这味了吗？太香了。想吃了吧？回家叫你爸也做呀。我可不敢。小外甥，快去叫姐姐，我们一人一块。这焦焦脆脆的，好好吃啊！姥姥这样做的猪肉，你们吃过吧？嗯，真香！喜欢吃的给姥姥点个小爱心哦。